大家好，我是 Auditor。有一个朋友问，俄罗斯有个 Webmoney，这个能不能讲一下安不安全？好，今天我就介绍一下它。Webmoney 呢，历史也比较悠久了吧？它最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发了，然后呢，用的人也比较多，然后外汇啊，什么各种系统啊，转账都用的啊，但是我用的不是太多。它里面最有名的就是 WMZ，这美元，它也相当于。完美钱包里类似的就是说，它也是里面有各种电子钱包，然后各种货币币种，最常用的是美元 WMZ。我之前推荐的一个兑换商也可以兑换 Webmoney 的啊，在下方的连接里，描述栏的连接里我会给出来的啊，人民币转换成支付宝转换到 Webmoney 可以的，或者说 Webmoney 转换到支付宝或者微信都可以的啊，PerfectMoney 也是这样的。这个兑换站以及Perfect Money 的连接我会放在下方。这个的话是俄罗斯人开发的，也是，它的好，它登录起来比较麻烦吧，必须要有手机，没手机还不行，它手机要验证的时候登录。它的安全性还是可以的，毕竟这个年代久远吧，也算是安全的。它收的手续费是0.8%，比那个完美货币 Perfect Money 要高，Perfect Money。只要0.5%手续费就可以了，更好一些。然后呢，Webmoney 它也没有利息的，Perfect Money 呢，它会给你有利息，每个月它会给你利息。使用起来我感觉不是特别方便，好像。你如果觉得用了起来还比较不错的话，也可以用，但是我是推荐完美货币 Perfect Money。好，今天我就介绍这里。总的来说，这两种 Perfect Money 和 Web Money 的话，都是比较安全的一种电子钱包、网络银行。我是以前做过外汇的吧，这两种反正都有涉及过吧。但我用的多的还是 Perfect Money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